昨天下午15点，歌手周深、单依纯出现在音乐原计划扫楼直播中，整个直播很欢快，简直就是一场舞台搞笑小品剧，笑点太密集了。这波直播太让人喜欢了，期待周深每周日晚21点的音乐原计划。8月21日晚，周深杭州演唱会又释放了一点门票，大家都抢到了吗？这次看票又是秒无。本次周深10周年巡回演唱会杭州站将在本周五和周六，也就是8月23日至8月24日连开2晚。有票的朋友注定又是一场现场狂欢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错。今天是星期六。我这个动作，这边去撒嘛，然后这边哦，对了，缓缓的小缓缓的顶，感觉像在施魔法一样啊。然后直接放上去，然后搓开，好麻了。哎，都下了。六大顺，然后又这么巧是在七夕碰在一起，本人单身。工作室也发了南京演唱会的 vlog， 我们一起经历的仍历历在目，有首次体育场两日连开的紧张激动，有超百米舞台和大屏的限定沉浸，也有和每一位观众的初次相见或再度重逢。我们的相遇是极致浪漫，这些浪漫记忆都留存在9.29赫兹的空间里，一点点凝聚成下一次见面的路标。周深说，看到每个人都盛装出席，复制一场最浪漫的聚会，一直觉得歌迷们都是一个 ID 或者是一个个留言，演唱会后发现这些 ID 留言都是有温度的，第一次连开两场体育场，每次唱到我已渺小爱你时都很有感触，因为你们的同行，这段旅程才是极致浪漫。我觉得，哎，我自己不相信的东西，我不相信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歌手，但是因为遇到你们，所有的不相信都让我相信，你们的光亮都照在了我的身上，让我无论如何的转身，我都发现好像都很安全。谢谢你们。昨晚在2024央视中秋晚会探班直播中，周深透露将会在晚会上演唱2首歌曲。而且周深连续用6个很形容自己的第一个节目，很漂亮，很美好，很经典，很国际，很温暖，很年轻，而且是和法国非常著名的钢琴家理查德·克莱德曼合作，在水上的亭子里隔空演绎中国非常经典的爱情故事。另一个节目是和澳门蔡高中学合唱团的同学们合作，是一个非常青春朝气蓬勃的节目。直播中周深几次差点说漏嘴，其中一次甚至都说出了一个梁字，还好及时刹住了车。周深也在采访中介绍了自己出道10周年的感受，他感慨颇深，2014年出道，10年过去还在唱歌，还有人喜欢，表示自己真的很幸运。周深跟主持人聊到了10周年巡回演唱会，主持人跟导演说到今年是周深出道10周年，央视中秋晚会的导演表示他才出道10年嘛，感觉在我们心中是老艺术家，代表作非常多。小编想说，老艺术家还不敢当，代表作确实很多很多，哈哈。今年是周深第5次登上央视秋晚，演唱2首歌曲，又将与世界级钢琴家理查德·克莱德曼合作，顶级梦幻联动，这肯定是一场豪华的视听盛宴，含金量满满，太令人期待了。对，而且在你来之前，就是我们导演组也在讨论嘛，就是我跟他们说，我说今年是周深出道的10周年，然后导演就会说，他才10年吗？他在我们心中代表作很多，感觉好像是一个老艺术家了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太开心了，太荣幸了。对，谢谢，而且其实你的歌曲非常的受大家的喜欢，歌吗？小美满啊！你怎么一下子就猜到？我本来想唱一句的，重新来一遍。什么歌呢？要不您唱一句提醒我一下。小美满，你唱一句。不要，想听您唱一句呗，走。你愿相信什么，就把世界看成什么样。偶尔难题加点重量，也要轻轻的旋转。所以，所以我背词儿我没背住啊，没关系，你说这提词器哈，要它有啥用？怎么样？你点评一下我唱歌，他们好多人都说我唱歌跑调，不跑调啊，绝对不跑调，完全不跑调，刚刚在调上。
这句话算夸扬算夸奖。看来以后我也可以尝试一下跨界啊。我觉得没完全没有跑调，真没跑调。是吗？我非常喜欢你的歌。谢谢。哇，能试吗？可以。能试吗？可以。真的可以试吗？不用。哇，这个折耳根啊。一根有点老了，建议可以赶早一点去买点新鲜点。现在买新鲜的。哇，我现在我的嘴，全是折耳根的味道。谢谢。还可以加点辣椒会更好。加点辣椒。哎呀，辣椒味道，谢谢辣椒味道，谢谢。闻到了，好大的味道。怎么办？我脏了。我现在满嘴巴都是鱼腥草的味道，谢谢你。怎么啊？这边口香糖拯救我，这是有鱼腥草的味道。是的，这边有。沙林星为雨过河也分流成影，守望耳机一条五彩绳，摘尽琵琶一束金呀，萤火虫是人间的星星，腰铺山庭松桃花烛影，芭蕉绿海棠红小窗明，浮挂真理偶完毕。来呀来呀来轻轻地听，书上锦鲤声声唱着叮铃铃铃铃，唱着少年要珍惜光阴，风吹起麦浪阵雨间放晴，蓝天云彩似片片雨林。我刚才是斜着一不小心把自己写成把专辑名称写错了。 No 各位自然巡演完之后我真的会所以任何时候不要害怕输，不要害怕任何东西，我们继续尝试，继续向前，我们继续找寻自己，你就会为自己创造那一个奇迹时刻。相遇歌曲，记得。